OK， 黄好频道出来群。那今天呢要玩 GTA 5，所以现在先开始吧。那现在呢，我先去赌场一下，因为我要去转个东西。对，那一样开着我这台，哇，这 This is so cool. This one is the interesting one. 这车超快，不是说很快，就蛮不错开的。只是有时候呢，你只要那个转弯的时候就比较难转弯，它会卡。然后就棒，那我先倒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可以开到赌场，赌场在这边。OK，走吧。我应该要去改底盘，只是我不想改。OK，这台车真的是有够快的，走走走，耶！走喽，嘿嘿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台飙得超快的，哇，你看哇，好，不要等，不要等，等一下，我借我，现在好像去转。这个甩尾，真的是甩尾大师你们动咯我可以快要到赌场，到这边。OK。直接滑过去。不是哦，这边。我记得我好像去转过了。对，转过好，走吧。我还没转呢，结果转，对。OK，那现在就开车去，就给你们看我的这个设施啊，什么一些都没了。那我先来最近的点就这边。那我房子不用看了，就给你们看我买的那些设施就够了。今天要多少？3万多，3万多啊！可以用个5000块的那个，就拿那个，这不是可以直接进军事基地里面的那个吗？等下再玩这个，然后顺便教你们，就是跟你们分享要怎么开飞机。来哟，枪哦，嘿嘿，空马本哦。OK， 那现在这是什么？刺杀任务现在已经开放，车子差点爆冲。在车的时速到底是无限还是怎样？他都没有要那个排气管，就是蹦蹦的那个东西，都没有 work。车子穿缝 ，nice。撞到没撞到？再一次啊！What the heck, bro？ 就快到了，你就给我撞上去是怎样？随便，等下去那个军事基地的时候再那个换车，就换飞机了。
OK。那左边这也是车库，就是要卖的。那我没有买。那这边呢，就是那个做假钞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要当掉。OK， 给你们看。那这边就是那个做假钞的啦，什么的，一切都没了。但是我没有员工，所以我就懒得用。然后我现在这个也没在用，所以就把它丢着。哇塞，这车撞成这样！我再下一个点，就是去位于在哇，不远。我们把全部人踢掉，怎么样了？那接下来就来这里吧。那那边就是我的那个设施哦，就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要怎么讲啊？就那个地下设施啊。然后在那个靠近北边那边的有一个那个是我的地堡。哎呦，哦，这个甩尾，走走走，嘿嘿 ，What the heck？还有一公里就到了。哎、欸，哦哦哦，太重了。这车子有够快。让他到。到了。车都坏了，换别台哦。竞速猛罗水烈哦，跳台魔宝。这台我新买了，这台就那个可以把别人车子缠起来，但是我不会用到，所以我就，不是不会用到，是我现在还没有用。到时候有什么任务的话再来用。车子要来了，啊，车子来了，嘿嘿，车子来了。那这台车呢？它上面有配机枪哦，这样在雪地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被打到，就不会被看到。真的吓跑是这样，好漏哎。OK， 那现在就前往位于在北边那边的那个地堡吧。这个中间这个很好玩，可以在那边蹦蹦蹦。等一下，刚什么东西在冒烟呢、啊？奇怪，结果哎，那下次呢，我应该会去拿这种露营车，我就是出去露营啊，然后拍一些这些露营。这车到底在干嘛？智障哦！冰冰冰冰哎！哇，充气吧，本啊充气！良心嘞！不对，我靠，我先下去躲一下。哇塞，这车那个。波轮好像改太慢，没关系。那我看，我现在先去拿那个叫什么战斗机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What's up, pal？ 不可使用 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Oh, hey, you're in trouble. Okay, I'll deal with it. 再次，这样应该就有，因为刚刚可能在通勤。What do you need exactly？ Yep。Okay. Nice. Goodbye. Done. 走走走走走走。
你看他们军方都不理我的，哈哈，战斗机要被我开走了。每次我都用这招来买那个，你知道吗？拿战斗机，因为我没钱可以买战斗机。战斗机超贵的，差不多。等一下我再看价钱，先不要乱讲。这种战斗机的话，它的材质这样的话，应该是差不多一两百万。那我有去看那台蝙蝠车，它是好像，它有那个，欸、哦，飞弹，镭射炮，谁又在那边乱传？还有两分钟 ，OK， 看看。先冲到那个跑道那边，看等下就可以直接顺利起飞了。OK， 喂，飞机掉雷残了。OK， 那趁现在就来教你们如何开飞机吧。OK， now I'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guys.How to drive the airplane. So, the first thing you gotta do is the W is go forward, and the A is go left, and D is go, right. The D is go right, and S is go back. Yeah. And the little number pad in your keyboard, The 8 is go down when you're flying in the air, and the 4 is turning left, and the 6 is the turning right, and the 5 is go down. Go up. Okay. 那现在就来示范吧，好吧？还有47秒，快，不要开中间这里了，这嘟嘟枪，嘟嘟枪是讲啥货？有没看到这个在动了？吧，你看 ，See， let's go， yeah， let's 线上了，来个做一个反转。那你假如要就是 roll 的话，你就 hold 住，然后这样你一直转，但是你不能转太多啊，不然你就撞山之类的。看一下那个线上在哪里，把它当作靶来打一下。看到，把它打完之后，然后我再去那个叫把它踢掉，笑喷，把别人当靶之后，然后把它打爆，然后就闪这样。但是我不想打了，它太无聊了。哇塞，反转射击，爽感真的是炸！爽欸！哎呦，不要飞太低哦，不然等下要被打到。我今天就是飞太低，难怪撞到那个山，还不是山那个吊车，就这个。医生。转过来，哎、欸、嘿，反正我飞行技术是100%的。呜呼！我做这个。呜呼！这个翻转真的是有够爽。扫射！哦吼！不那么远。哇，这超爽！那我用低冷撑了。OK，
Woohoo! I almost crashed. Wow. This view 真的太赞。哦，你看洛杉矶美景啊。哦，OK。反转。倒挂开哦。What the heck?啊，这什么鬼啊？倒怪开，这只有我才会啊！那你们不要轻易尝试哦，这个只是游戏而已。我看一下镭射炮，哇哦，超屌！哇哦，先把我自己炸。欸，打电话是怎样？看我没炸到。哇哇哇哇哇哇！欸，什么鬼？好，那这个打。你飞起来一点，飞起来。好的，轰炸！我的 heck， 我到底是装什么？这肯定是装那个。广告牌啦，欸，撞广告牌啦，撞到了啦。我车哦、喔，我离在这没车。等下为什么脚？刚刚为什么插进那土里面？唉，看就跟你讲了，开撞战斗机就是，别那么乱开，压直接开到炸掉。没关系，有消防车等下来呢，又不会烧到我。有了消防车来，拿了消防车去玩。我第一次玩消防车，来等他那个，等他下来，快点，快点下来，好驾驶下来，走走走，上车上车。拜拜。笑喷呢，刚好拿到一台车，这是喷水，这头看这头看，哎呦，人哪就该喷水，请他喝水还没喷到，这个超像台湾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消防局那个铃声。我打电话不要呀！哎呦！塞车！哎呦，拍死拍死！哇塞，撞到这样还可以继续开哦！最好可以继续开，是什么鬼？啊、逆向？什么鬼啦？逆向哎、欸，先生！转开，转开！你闪哦，闪哦，闪哦！车子不要来哦！你看那个病的，然后把它驱离呀！哎、欸，我实在没办法转武器，好，只能用水喷。用车身撞他，让他不要让这个在这个危险的高速公路上面。你看在那边丢高一样，然后在那边丢高还撞我车，撞我车了，撞我车了。哎呦，跟你讲了，不要在高速公路上面拉塞，听无？有听无？这就是听无，听无就是听无。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用？打一下敲一下，打一下敲一下的。好，走走走，三零三零。
快点快点快点，铃声先挂掉，铃声先挂掉，不然等警察来就不好了。来，再去那个，等下他在下面吗？对，他在下面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在眼下看不到。啊，那个啊，对，这样看不到，太扯了，好不好？真的超扯，扯爆。那我记得哦，我等下，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叫什么，那个。哪里啊？恐怕不。那个叫什么？啊，对，那个拆车场，给我们看一下。那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才会再录，因为我先要出去。走走走。哇塞，警察！哎，警察，恐怕不。竟然还没看到我在哪里，很漏哎，这个警察。真的都看不到哎、欸，你看，然后就逃过我，笑吧。然后我记得啊，对，这边。那这边呢，就是这个拆车场，给我看一下。就这边啊，我在 5M 的时候呢，我都每次哦都把车子开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它这边就会显示一个红色的东西，然后你开进来之后，它就会说啊你要拆解嘛怎样，然后你按一下，它就是按一，然后它就会那个叫什么在这里面，然后拆拆拆，然后你就拿到什么铜钉啊、铜板啊、一些板子、一些有没有挖哥。这样超爽，然后我每次就把这些有的没的拿去给我表哥，然后表哥再就给我什么十几万的价钱用，不要乱，超扯。在 5M 里面这个真的很好，包的。OK， 那我，我就把叫什么，把在车停这边啊。OK， 那今天就到这边，那只要先好别到，还有宝弟，拜拜。